老婆啊，没纸了。兄弟们，记住，金克斯即使来了，也别玩福星，一玩就上当啊！千万别玩，千万别玩啊，千万别玩！哎呦，我操，三国猛将！这首《三国猛将》，拿了就上当。呀，两福星了，给我来个塔姆。不是，为啥一个装备都没有啊？给我来个塔姆，哎呦我操！这不对劲啊，这不对劲，让我想一想。赢了，福星可以三福星，六福星咱不拿啊，咱不拿，六福星咱不拿，就只拿三个。上九转五倍，不拿白不拿，完了，没拿着，啊西！哎呀！完了！故意的，没错，哎，就是故意的，就是故意的，没错，就是故意的，就是故意不拿，怎么样？乐意，三福星能爆你一口吗？能啊，干嘛不能啊？我们就三福星先连败，一连败，然后想好这把玩什么，这把到底玩不玩吴亦凡？吴亦凡好像三星比较好弄啊，有没有不太好弄的三星英雄？
我先拿个大棒子，装备每个都差一件。走个九连败，可以呀。这么的，既然我们要想走连败啊，找到吴亦凡，那我们就把底下这些全卖了。像这种东西啊，咱就直接就不要了。这把掉分就掉分了，我认了，行不行？我认了，我就给大家带来一场开包福利，行不行？这些就都撇了，都不要了，这都。好，三连败。那六福星根本就不行，你知道吧？那六福星没有用，六个福星。你不要看福星就拿，哎呀，拿福星，拿福星，拿六个福星。六福星配啥？六福星配四个刺客，谁也打不过。六福星配四个那个三射手，谁也打不过。没有能打得过的人，谁也打不过。有什么用呢？你就三个吃东西，三个走连败，然后最后吃东西就完事儿了呗。完了，操你哥了！你这个逼是真烦人呢，我发现。你呀，你是真烦人呢，你呀，我都不知道你要干什么。你到底想干嘛？你要玩什么？你要玩吴亦凡呢？一个精神病似的。那吴亦凡有攻速吗？有全套吗？操你哥了！升了吧，以防止打不过，升。我祝你野你都打不过啊！我祝你连野都打不过。攻速大进！妈呀！有没有吴亦凡呢？这不行了呀！这看上来这得都拼多多法了，要不然我们血可能锁不住了，要死了呀！装备没了，没有合成了，整一块儿了。给个吴亦凡行不行？我先拿着吧，这个。给个月神吴亦凡。拉六弟吧，我看看拉六弟。最好是别给自己给整崩了。这么的吧，这福星可以撇了，不要了。不上了，上去太弱了。
我们已经吃到福星给的东西了，多给了8块钱加一件装备。尽力而为啊，兄弟们呐！没眼泪拿呗，没有眼泪那只能拿呗，慢慢拿呗，着啥急呢？差个人马，给点装备。还好我的是天选的呀，我打断了。哎呀我操，拿一个眼泪儿，找一条银马。银马装备有点多呀，顶到狼我们应该就能起飞了，因为这是天选的小法，这不一样，这跟平时的小法不一样。这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小法。它是高尚的小法。先给法包，一会儿的吧，等我们打完的，先给个银马吧，先给银马，快快快快快！法包先不给，先给银马。万一连科技枪都没有，就完了。先留着，不着急。先把个狐狸给我杀了，可以，快点来个银马，快来银马，这没装备给呀，先给龙爪啊。一会儿啊，记得把装备给放到英雄身上，就底下买几个英雄，要不然就有可能就不给你报装备，或者就是给你堵住了，你知道吧？最好让他多报两件装备。这波给报啥呢？想一想啊，给报什么？给报两个女神之泪加一个拳套啊，就够用了。
拉克斯没死，抱五个手套。两个女神之泪加一个拳套就够用了，或者是一个女神之泪加把大剑。女神之泪别给魔抗了，你看我多少个魔抗了，你瞅一瞅，这都多少个魔抗了，过分了啊！银马呢？出来！女神之泪，女神之泪！哎呀，这装备想一想啊。科技枪，法爆蓝 buff 不行，科技枪还是科技枪。不会连这吴亦凡都打不过吧？不会吧？啊？他连个装备都没有，关键是他要有装备就算了。银马有没有？看看有没有同行啊？有，蓝 buff 龙刀科技枪，同行多少血？同行80多滴血，哎呀，同行80多滴血，银马，蓝 buff 肯定得给，这是必须得要的呀。我们这波指定是拿蓝水滴，可以再给个龙爪，其实我再给个龙爪吧，要不谁的血比较少，可以再给一个分解儿，给一个吧，让那小法师点分解儿一直点不死，给充能充电宝挺好。这个日炎一会儿再说，不要水银，不要水银。老要水银干啥呀？你看我们这波之所以啊能打成这个样子，就是因为我们有龙爪。我们要没有龙爪，这早就死了。赶紧拿个蓝水滴啊！快点让我出去！快点让我出去！先出去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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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先给个银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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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大爷的马呢？
这波啊，这波给一个那啥也行，给个正义之手也行，伏击之手防一手刺客劫，刺客劫也不吃伏击之手啊。先给个银马，再给个分月就好了。还好这银马没死啊。不给牌呀！权力需要精力。银马碌碌差一只，还行。这同行跟俺们差不了太多，虽然他的钱比较多吧。一会儿再给吧，伏击！你这着什么急？你老着什么急？这鸡还没打呢，这就着急？不用着急，没到点儿呢。我操，这家狐狸这么猛！小法不能站这儿了，这一看呐，一看这小法师往这一站就容易死。银马，银马，马，妈了个巴子的！换一个，锤石，没了，操！还行，可以接受啊。嗯，这个小法师正义之手或者是法爆，给正义吧，还能上来先点一个。给个正义之手，银马呀，银马，最后一地，我从现在开始不地了，实在是没钱了，这样小法升三都费劲。那银马不应该就这么点儿啊？日炎法爆，还是伏击之爪加鬼书呢？法爆给谁呢？你说，日炎吧，银马还是有点脆的。
法宝给蛇女吧，行不行？给个蛇女。这哥们儿唯一加三了吧？我一看就三了。哎呀，难呐！碰上一小同一波小同行，给我点名了。还好我的分女儿啊够给力呀、啊、上了个龙爪啊，但还是稍微有点扛不住，我跟你说。还好我的分女儿给力呀、啊，我能跟他打到这种程度，说句实话已经可以了啊，已经是可以的了，尽力局了。你们说这给谁？给锤石吧，要不？哎呀，给锤石，锤石能少能多活一多活一轮。但给辣美呢？给辣美，这个给辣美，给小驴人，小驴人的血手，给小驴人，小驴人有控制。完了啊！哎呦，小法师，这家重密我打不过呀！天哪！这俩小驴人也行。这家吴亦凡我也打不过，这家瑞文可能也有点费劲，这家杰好像也够呛。哎呦我操，感觉没有能打得过的人啊，这把呀，除非我们的小法师他随到了一个加伤害的啊，这把别随加伤害，这把随那什么，这把随加血的。这把谁加血的？好，拿下！这怎么打人打不死？叠法强啊！倒数第一，快点死！我们掐分。这什么？无尽饮血！哎呦我操 ！ADC 流锤石。把这小子杀了，我们拿个第五，哎，这把我就开心了。哎，不给锤石啊，我们给分女儿。万一碰上这小子，我们的分女儿打的虚区也是会很高的，因为我锤石没有防装。先给你个这个，我们这个给分女儿，哎，蛇女儿给无尽，
蛇女为什么没给无忌？你妈了个巴子的！蛇女为什么没给无尽啊？蛇女早为什么不说？为什么不早说？没死，倒数第一碰上我把我给干了。哎呀，倒数第一拿了把第六名，不够理想啊这。